事，一段曾宝仪参加谢娜节目的视频在网上被翻出。节目中曾宝仪为了完成打电话给好友，让对方说出我养你了四个字的任务，就拨通了胡歌的电话。曾宝仪跟胡歌说，我最近有点不太想工作，想要退休了。对方马上关心你还好吧，曾宝仪马上接着说，会担心无依无靠啊，没人照顾啊。胡歌语出惊人询问，所以你怀孕了，惹得旁边的谢娜爆笑。曾宝仪马上辟谣说没有，接着曾宝仪继续领导说，通常一个有肩膀的男人在女人说不想工作了的时候会讲。胡歌马上接话答道，我养你啊。顺利完成任务的曾宝仪相当开心。